在这出门就秒变熟人的季节里，我们需要来波美食，安抚一颗颗躁动的心。首先为您奉上的是夏日解暑神器——西瓜。为了增强趣味性，吃西瓜的时候不妨来一场速度的比拼。是什么？还有这种操作？这位小哥不要懵，还有更厉害的人物呢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预备，三二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吃西瓜不仅要快，还得痛快，就像这位宝宝一样。独自享受这西瓜的甜蜜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宝宝，你这西瓜吃的可真是全身心投入了呀。